咁另外再跟住就睇嘅就中广核新能源一样，嗰啲旧年嘅系六月啦、十月到系弹上嚟，咁啊于是咧佢就喺呢个二月到见顶落翻去。嗱，有个唔同咧就系因为佢升得唔够多啊，唔够时间长啊，咁因此佢现在仲系一个系向上嘅升势，之但系留意嗰、那个成交系少咗嘅，成交少咗嘅。成交少的話，即是上升是不是很夠力度，因此有貨的朋友要很簡單地看著他，如果跌穿了之前三天的低位的就應該出貨，如果不是的話你也可以買貨，就是怎麼搏他繼續上升。這裡呢是即由於他還叫未死得住的，是可以呢是可以考慮，因為他最近剛公布業績虧 OK，咁所以就上咗去啦。